是有争议的部分，好，这个部分刚才已经跟三委那边确认过了，好，那他们也同意，好，这个当场笔录是有签名的，三委人主案场这边的代表，包括助词，都有同意这个部分，同意由法院来实施强制力予拆除，好，那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刚才在制作笔录以及当场宣布的？